喜大普奔，周深时隔多日终于出现了。原来在海南度假，看穿着有时在悠闲，有时在游船，与大海这么亲近，放松放松也不错。最近这几天，周深粉丝思念成疾话题都上热搜了，可见粉丝对周深的想念。掐指算算，他至少十天没在微博露面了，至少一周没在节目上出现。对于粉丝来说，那个想念似乎三年未见，都在呼唤他的出现。现在既然出来了，大家也就安心去听歌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关于周深的相关名场面持续霸榜微博热搜，可谓影视歌三栖全面开花。前有2023美好奇妙夜神仙舞台再次凭实力把华语音乐带出了国门，后有腾讯音乐有你榜惊人战绩，为主旋律电影志愿军献唱的主题曲繁花依旧第二次拿到了周榜冠军。光是这一首歌，周深就刷新了该榜单的两项记录。截止到第41期揭榜，周深以29首冠军单曲成为了腾讯有你榜夺冠单曲最多歌手，以及46次的夺冠次数成为夺冠次数最多歌手，双榜夺冠对于歌迷而言可喜可贺。电视剧《时间之海》的 OST《时间之海》也不负众望，拿下了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冠军。据上海歌迷生米爆料，夺冠没过多久，深深再次登上了上海的城市之窗大屏。尽管距离榜单揭晓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相关路透还在持续发酵当中。前不久，某站发文正式招募《最美的夜》跨年晚会现场观众，并且还配上了周深之前在《最美的夜》舞台上的高光时刻，其中就包括周深在2022年的神仙舞台金曲联唱。跟着唐三藏，跟着仨徒弟，西天取经上大路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第二呀，嘿嘿，第二呀，哎呀，第二呀，嘿嘿，第二呀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每年跨年晚会正式拉开帷幕前，主办方都会开启直播采访模式。深深在该平台还有一个歌王的称号，其实这也不难理解，毕竟深深日理万机，通告恨不得都快排到2024年了，没时间更新动态内容很正常。更何况深深自打出道以来一直都是出了名的乐坛劳模，反观今年的跨年晚会，网曝录制时间为12月上旬，地点为浙江杭州，而关于周深的相关讨论热度又一次登顶。细数的话，周深连续四年都参加了 B 站的《最美的夜》，为其贡献了八首金曲舞台，平均每年两首，不愧是乐坛劳模。只要主办方发出邀请，深深就会跟歌迷不见不散。不知道大家都期待今年《最美的夜》跨年晚会吗？那我们就彩排一遍好吗？我把我们的调度都走出来，然后您就是在这个地方定点站好了，好，我接着就唱给他，就是面向最前方这个，我跟他，好的 OK。 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个秀啊，这其实这个秀之前还是有您有说话的部分，那个等一下我再跟你待会再跟您沟通，先把这个秀彩一遍。你在哪呀？我在你的正前方。OK 好嘞，好。好的，明白，好的，嗯，前面
说的话，我要你们在这个焰火当中许的愿吗？我随便随机抽查一个，检查一下愿望。一个，就一个说，往后面那个吧，白衣服那个，你的愿望是？你的愿望是？我想要一起唱上去。哦。怎么一不小心把我的愿望偷走了？那这边我选一个啊。好，就你了，你的愿望是？哎，后面还有一个，随便。哎，就你啊，盒子衣服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再听你唱30年。30年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有考虑这个问题。我在想的是，我现在录的这些歌的难度，30年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开口唱，这个好难。说了吗？要在刚才那个焰火里面许愿。你们许了什么愿吗？我随便啊，就你，你许的什么愿？就一个人说话，就一个人啊，蓝色衣服，三十，那这边来一个，好，黄色衣服的，什么？好的，没有听清楚，什么？基本上再来一个，好，辛苦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你们说的话太不真实。我们直接在父母台开始可以了，陈老师。我觉得在这里选出来。好，是吧？哎呀，刚说什么？好，我们准备再来一次啊。然后我们的单身们，然后好久没有见你们了。Hello。你们辛苦了。行。你们说的假话我已经习惯了。旁边这边有个人说：“你永远都这么帅。”大兄弟啊，你们都是我的大兄弟。谢谢各位，马上开始第二遍了。哎，你们好，我的背影会不会看着比较魁梧一点？会，那你们就看着吧。哎，谢谢，大兄弟你好，我们开始第二遍了，大兄弟。你以为的周深，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。实际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再来一下，马上。再来一下。对不起啊。好。